欸，我今天是怎样啊？我今天疯狂螳螂欸，是怎样啦？有什么事情吗？干嘛啊？疯狂在螳螂欸，我的天，好恐怖哦！而且我今天螳螂还没有输欸，我是有点强啊。我是都就不要乱杀人，这样应该比较保险一点点。我每次乱杀人都会输，这样。我觉得就不要乱杀人，就比较有机会赢，这样还行欸，我说真的，就不要乱杀人就对了，有没有？给他们杀。O two。交给他们做事情，那我也不要讲什么话，不要说太多的话，我们应该就有机会。天空猫咪，他在看人。关个灯。修好了，长得跟妈乳啊！打个炮！修个电，好，修完了，没事。妈的，不知道有没有去杀人欸。而且我们今天那个任务都还没有到这边呢，都还没有到这里面呢。马路怎么样？跟我一起往这边走。我们到底有没有杀人？关灯了，关灯了。博胜，鬼鬼，好像都还没有人死欸。死超慢，我还以为死多少人欸。这么屁死的人，很担心欸。我刚才想说，刚才怎样，完全没有人去修灯。我想说，怎么都遇不到人欸，一个人都遇不到欸，我都遇不到博胜，我以为你死了。我这边有看到鬼鬼，我们全部人都在绕圈圈。请问一下，拍桌，你要不要先讲个话？还是说你觉得我们讲话太大声了？我要让你们先讲完。尸体在实验室，然后刚刚看到马鲁在里面。好，投票。那马鲁，你有什么话来说？我没有什么话说。好，就是你了。我的姐妹死了！你是怎么杀死他？你用枪还是用头？我没有。你怎么插他的？他怎么跑地球？他怎么没气球啊？哎，哦，我想说，哦，应该是妈如头羽毛。那任务大家还剩多少？做完啦。
很多、哦，在乱在乱晃哦。嘿，完了，难道真的要输一次了吗？死定了，很难很难那个耶，这样就很难杀哎。哇，这怎么办嘞？倒个垃圾先。三秒可以杀人。快点，是不是可以看这个啊？完了，完全没事干呢、欸，是要干嘛？现在要干嘛？完全不知道迷路。哎、欸，杀个迷路好了。没事干，天哪，好惨哦！这局到底该怎么办啊？好难搞哦！去修，不想要杀羽毛，太容易被发现了。这场该怎么办呢、啊、？What can I do？ 应该没有人会在小房间里面了吧？是有人在那边，就是台电员工啊，就在里面直接修这样，大家都在那里面是，大家都在那里面啊，太好笑了吧？又来了，这是要怎么杀、啊？大家都没事了，超难杀。咪噜应该是来看羽毛的，依旧人在这，这要怎么搞？回去开 party 咯，干嘛？到底在干嘛啦？这要怎么玩啦？哎呦，你到底要怎么玩？谁敢落单？啊，不是说尽量不要抱团吗？哎、欸，都啊，到底是到底是等一下，到底是谁还没修好任务 啊？任务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？我已经等到受不了了。我还没做完。你在干嘛啦？你还在那？哎、欸，你还没做，你还敢在那个望远镜做过行？你在干嘛？对啊，混啊，皮呀、啊！皮
我以为是阿 P 啊，阿什么 P 啊你啊？还是让你变成鬼比较好解任务？你这变成鬼，我还是不会做任务啊！哦不，哦不，没有用啊！没有用啊！哎，在干嘛啦？好，要不要先随便投一个人出去？投谁？投你啦！哎、嗯，滚去杀鲨鱼！反正你一定是不知道杀谁嘛。鲨鱼毛，鲨鱼毛，他就一直挂在那个右上，右上。他刚才跟我们那边望远镜那边晃、欸，哎，我以为他解完了。所以大家都做完了，对不对？做完啦、啊，上一次就做完了。而且为什么天空猫是灰色的、啊？灰色啊，它是粉红色的啊，没有啊，天空猫刚还在跟我们一起跑哎、欸，没有、啊、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死了，你看到、啊、你看到幽灵是不是？你看没有啊，我没有看到幽灵，你看幽灵了，是它有脚，它用脚在跑步，不可能是啊，不可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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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再盘一下，我要把这一段剪出来，它真的跟我们一起在跑，难道是灵异现象，还是你会通灵？我有阴阳眼，你是不是会通灵？我跟我的所有的观众都看到了，而且我还问说，天空猫不是死了吗？我说死了哦，哦、oh, ，真的假的、啊？好可怕，真的啦，好可怕，这里全部的人都看到了，好可怕、哦，好可怕、哦，好可怕，怨灵啊，怨灵啊，天哪，太可怕了吧？啊，所以除了羽毛，其他人任务都解完了吗？解完了，解完了，结束了，泽比嘞。我解完啦、啊！我在跟边跟羽毛晃，我以为他解完了，还没啊？你确定不是从头到尾一直晃吗？嗯，还是没有任务。搞不清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你们在干嘛、啊？这个盘面，到底在干嘛、啊？对啦！哇，他刚刚如果多投一个人就那个、欸，就可以投死人了。我快做完了，杀手。不行啦！哇！博森离开游戏，我们先排一下，先排一下，先排一下，博森怎么死的？博森不是自己离线吗？跳出游戏，跳出游戏，弹出去，所以消失离线啊！消失是泽平哦，是我啊！哎、欸，你们在干嘛？你看，根本没得杀、啊！我刚就投泽平，根本就没得杀、啊！干妈鲁。啊、你在混？妈的，马鲁那边招人啊！不是，你知道马鲁前面一直跟着我，然后再有很多白鬼，我就想说他很恐怖，他一直跟着我。然后后面终于我终于放心，我想说去右下结论，他再把我倒掉。贱人，贱人！所以马鲁是刀了之后才看到我要进来，是不是？我看到你们才跑掉的。啊！我操作失误啊！我不该跳路上去。哎呀！哎呀，所有人乱跑来我的那个，我们以为关灯关那么久，就应该杀蛮多人的。哪有？不是，你知道我刚前面几场都怎么赢的吗？我就是都不要杀人，也不要讲话，我就赢了。我多做事情多错，你知道吗？多错事情。我以为关灯关那么多次，博胜杀了蛮多人，嗯，应该可以杀。没有没有没有。马鲁你知道吗？你把泽平、啊啊、算了啦算了啦，马鲁算了啦。一个是聪明的家伙，一个是笨蛋啊。那我中后哪一个是哪一个？我中后没看到。我笨蛋了、啊，我是笨蛋。完了完了，你有看到，但是我死不明。